先从哪里开始呢？好，先从这里来，昆兔准备，昆兔准备。怪就是美，花枝丸内行的，来，反一下好了。哎，对对对。其实是一个人就好了啦 ，boss 这个小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让开我来啊，好启动 ，boss 呢就是给小哈，喜欢人家服侍，没事没事，这个终其一生都在做这个生意呢，挺辛苦挺累人的。好，再给你们看一个你没见过的东西，啊，你见过这东西，我当场把它砸烂，你拿过来，你见过这东西，你拿过来，我告诉你，你拿过来。我当场把你拿过来的东西砸烂，好不好？好看好，它不仅仅是省力啦，而且它还是够力。再来几个特色跟大家分析。第一个，灯光。这个古人有云：“灯光美，气氛佳。”哦，这个从小我们都知道，灯光要美，气氛才会佳。没听过的刷波六，那代表你还很年轻呢。阿明，你有没有听过“灯光美，气氛佳”？有。你啊，你没听过，你还小，你听过吗？你真诚你没听过，但是胡烂的要烂掉。我小哎、欸，真诚你有听过吗？灯光美，气氛佳，有听过？不是这个，不是这句哈，这个是有点年纪的人才讲得出。灯光美，气氛佳，基本上讲得出来的人呢、啊，年纪都一定有了。好，来看哦，放香球，放香球哦。哎呀，兔毛出镜了，而且不让你看怎么行？我就是要让你看兔毛啊。让你知道兔毛干嘛的嘞，这才能说露毛了，对对对，这尺度上咱们就是有这点挑战性，露毛给你看，谁敢谁敢直播露毛？你告诉我，哎呀妈，不开创点新局面怎么可以？好，来看一点啊，哎，有听过有，是是是是是，你们觉得这个作品怎么样呢？各位，我告诉各位哈，收音解决了，灯光解决了，对焦怎么对？你们看一下啊，省力对焦。我的手呢可以这样对焦，而且没有出力气哦，腰修骨的，没出拉的哦，没有出力气哦。你看我的手，你看我的右手，认真看我的右手，我没有出力哦，我右手只用一根手指头，用两根手指头就夹住它了，不腐烂哦。哦，再来角度可以调的，角度可以任意调整。更重要的一点，各位。各位观众，很变态的作品，尤承茂说得好，就是这么变态。洪玉祥有听过，代表你也有年纪了哈。灯光美，气氛佳。这个呢，结合史上最变态的一个装置，比要你命三千还要可怕。怎么说呢？第一个省力，哎呦。还可以解决掉你画面血可的问题，省力。第二个，轻松软趴趴对焦，手软趴趴的也能对焦。哦，你前一天练麒麟必练到受伤发炎，照样两根手指头夹住，你的麒麟臂呢，哦，就不会有问题了。再来，这是 Canon 的，你只要将它的线 USB。接到你的手机，它就变成监看器、哦、而且是 real time 的监看器，非常精准的监看器。你可以在这边做录影的动作。当然啦、啊，你有了 crane arm 录影的动作，其实是在这边，在这边。哦，各位，你还可以这样拍哦。哦，放双手拍，帅呆了，还可以放双手拍。这个就是可以这样做对焦啊。荧、哦、幕监看这边，荧幕监看，把荧幕叫出来。哦，这里有个萤幕，那这萤幕你要做多大呢？你想要做多大呢？哈，你告诉我你做多大，我明天就做多大给你看哈。要不要把这个大电视给弄进去啦？哦 ，GH5S 小马哥拍的空拍镜头，欢迎欣赏。好，做好了这个动作之后呢，你可以呢，哦，吃面，好、哦、吃面，哦，你可以读报纸，啊、哦，台上要干嘛你就这样就行了。反正不会晃嘛，它就是稳定器呗，它不会晃。好，以上呢这个疯狂的套件呢，
要你命三千已经用过，这个就叫做要你命四千，要你命四千疯狂支架啊，全台呢应该是全世界首发了啊，基本上不用到力气的家伙，这么变态又可以补光啊，咱们也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了，就是一个很合理，无线麦克风也 OK， 只是呢出去还是有一件事情要克服哈，你的心理障碍，你有办法拿这个东西在路上走，这是一个大问题啊哈，你有办法这样子拿在路上走呢，这我会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那你要我拿吗，我可不愿意啊，你要我这样拿在路上呢，我情愿呢在家睡觉，我也不敢这样做，但是如果我今天接的任务是工作的话，这样拿出去我告诉你就是专业了，业主看到你这样在玩哈，他只会对你肃然起敬，拍完之后钞票直接用点钞机点给你就滚了，好吧，你就赚到了，你懂吗，啊好，所有的功能集于一身，所有摄影师所要面对的一切问题，劳累，收音无线，补光，监看，Sony 相机全控 EV ISO 对焦， Canon 相机 EV ISO 对焦，光圈全控，都全控， Sony 相机全控，哎呀， Canon 相机全控，都全控的好吗，太可怕了，变不变态呢，刷波六我们再讲下一节，拜托拜托，刷波六再讲下一节，好，这个东西呢叫做凶器二代，预计明天会正式上市，凶器二代，那么你要专业的东西，我跟你讲真的非常的方便合理啦，因为画面就在你的眼睛前面，你知道吗，你要斜台稳定器干什么，你要斜台稳定器你举高你看不见东西的、啊、你弄低你也看不到东西，我这个多合理啊，你不管你怎么举，往右举往左举，你永远画面在你的眼睛正前方啊，太牛逼了，对焦合理啊，我的妈呀，这么合理的对焦啊，你到哪找呢，好不好啊，好的，赵丽，哎，大记者你好，嘉瑞你好，好，我们下线，好，我们下线，不是下线啊，这个啊，明董，这个下次，这个下次，这个下线，来，这给你，好，哦，这个要收起来，很优雅，扣一下就掉了啊，然后呢，它可以折，一直折哈，可以折东折，折来折去的。好，折起来。好，你再折，没有，你再折。好，你再折，你再折。好，大概是五斗米，为了五斗米折腰的那种折法。好，折着折着呢，折着折着呢，好，就折到包包里了。好，跟大家分享这个二代凶器，二代凶器。好。那么也是怪机师独家，因为里头有两三个关键零件是我们自己做的，那么虽然是改装啦，但是呢你没有想到就是不会用啊，对不对啊，你没有想到就是弄不出来啊，是不是，